好，我是二姐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黄豆经常吃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黄豆的新吃法，大家看一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盆中加入60颗黄豆、60颗绿豆，加入温水，提前一晚上。包每一层都有豆馅，营养美味，蓬松暄软，好吃不上火，喜欢赶紧收藏吧。